凤来峰借凤城取名，是以宋代被列为贡品的山东花石港2000多吨铸就，是省内最大的花石港石山，选用了古代经典的风云际会的石山构图风格，游客可攀爬到山顶的小亭，俯视整个园区风景。因为疫情凤来峰未开放，有些遗憾。